當我再醒翻嘅時候，我發覺我已經瞓咗喺公路上。我望住自己隻右腳，由大腿開始截斷咗。王 Sir， 你講耶穌咪算咯，係咪玩到洗腳咁大啊？大老爺，老爺，老爺，慢慢啦，王 Sir。有陣時我真係懷疑，我而家做緊嘅嘢究竟有冇用？我当今次嘅经历系神俾我嘅一次试炼。而家要再做多次手术嗰个系我啊！我喺度跌一对戒指啊，我都冇力执翻啊！我只不过系个女人嚟嘅啫。喺试炼嘅时候。神总系会为我哋开一条出路，叫我哋能够承受得住。